希望这些愿望都能一一实现。你跟他讲啊！先影响纷争的人明明是他哎、欸！你说那什么鬼话？我才不想跟你吵！你推什么推啊？停！崔宇毅，你的能量要再高一点。现在演的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，还是有一点平常憨厚的感觉在里面。刺青，你……嗯？没事。好了。大家先休息一下吧，待会再继续排练。李许昕，我的小许昕，你刚好看到的表演吗？是不是特别温柔有内敛？简直就在说我大美女我本人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啊？许昕，那个我怎么了？就是你可以再帮我讲解一次角色分析吗？我头脑太笨了，还是很难理解你说的全部东西。然后带入在这个角色上。好，那你像崔宇毅，你都练多久了？这种小事还问我们许昕哦？许昕人家有他自己练的角色。你来问姐姐吧，姐姐教你怎么有效率的融会贯通。我不要，你都只想要追我而已。我有些事情要，我想需要到外面走一走，等回来。又来了又来了，每一次排练到一半就这样突然消失不见，这次还比较好，有先跟我们告知才离开。可是他演的确实还不错啊，虽然是真的演的不错啦，但是他这样突然消失不见，真的让人很伤脑筋哎。可能他们艺术家的世界就是这么随性的。但是我觉得排练这种事情还是不能中途消失啊。排练就是要一步一步来，然后专心的好好完成每一步，不是吗？还是我们现在去吃个东西？我肚子好饿哦。反正刺青每次出去都那么久才回来。不行，我们得在这边排完。古西飞，我不去，我要留下来继续努力钻研角色。好，好，好，崔宇毅，祝你这个木头脑可以钻研出个什么毛来。小许昕，那我们一块去吧。西飞，我不饿，演出在即，我想先不要乱吃东西，免得到时候吃到什么怪东西，让我不能演出。我宁愿待在教室休息睡觉。小许昕，你想太多了吧？还不会吃到什么乱东西哎？再问你最后一次，去不去？就这样，拜拜。那我走了，那你就好好继续在这边做梦吧。吃饭吗？西飞，吓死我了。许昕，怎么了吗？西飞，你今天穿的也太气质了吧。嗯，我平常不是都这样穿的吗？不清醒的人是你，你干什么梦你醒来了？只是太生气才会这样讲。我们
一直都在的。你们早就都不在了，我想回去，回去。现在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现实，什么是戏了。可是你在说什么？装满了纸星星，为什么这些愿望都还没有实现呢？还是这些愿望都已经实现，只是我不存在呢？原来都只是梦。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吗？许熙，那个我喜欢你，李许昕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小许昕，走啦。许昕，你没事吧？嗯，我会回来的，等我。我祈祷有一颗透明的心。相信的勇气。